always got the tickets, yeah, from the official. Maybe Taylor's love me, I don't know. 我那时比较幸运嘛，我抢的时候排第四万名，然后就抢到了。It was very difficult. We were like queue number 2 million something, but we persevered and we got it. We got them through StubHub. $2,301 for two tickets. We're in the VIP 2. I was so disheartened the moment I saw that my tickets were not scanning, and definitely hurts me a lot. I'm extremely disappointed. 直到今年的2月22号，他告诉我们，他也被他的上家骗了，他的上家也被上家骗了。新加坡在3月初进入泰勒斯州，为了亲眼目睹巨星风采，海内外媒粉纷纷加入战局，令泰勒斯新加坡演唱会一票难求。除了泰勒斯，新加坡国家体育场今年首3个月就举办了五月天、Coldplay 和艾士软等国际巨星演唱会，下个月也将迎来 Bruno Mars。这些演唱会几乎都是一开售就售罄，有些在正规渠道买不到票的粉丝转而买二手票。我有在抢，但是抢不到啊，闲鱼就是第三方的平台买到的，翻了3倍，我花了差不多6500人民币，是328新币。我买的是 Cat 一，花了7500，是找别人买的。是黄牛票吗？差不多，是舞台后面的，1000多。因为抽不到 code， 就只能在二手。对的，对的。Cat One， 溢价挺多，20%-30%的，我觉得都不止。对。场场爆满，除了黄牛获利，诈骗团伙也趁虚而入。3月4日晚，新加坡警方接获通报，称有人未经授权闯入泰勒斯演唱会现场，3名介于29岁至45岁男子涉嫌欺骗被捕，而21岁至25岁的两男两女则涉嫌擅闯，正在协助调查。根据新加坡警察部队的最新数据，从今年1月起，至少有1241人坠入演唱会门票骗案，损失至少571000新元，主要是涉及泰勒斯演唱会的二手门票交易。然而，由于许多海外粉丝在所在国或他国进行交易，实际受影响的人数可能更多。泰勒斯开唱的第一晚，记者在演唱会现场外就遇到了二手票诈骗受害者。I was going to scan the tickets. I was just about to enter, and I figured out it's a scam. So I actually bought tickets off this website called Fanseat. And honestly, I was hoping that the tickets would be reliable. I got the tickets back like September, October, and from months I've just been planning my outfit, my friendship bracelets, you know, my makeup. I was so disheartened the moment I saw that my tickets were not scanning. It definitely hurts me a lot. I'm extremely disappointed. For the tickets, about like $900. 社交媒体上也有许多演唱会门票诈骗受害者的案例。小军在学姐的推荐下，在微信上通过黄牛高价购买泰勒斯演唱会门票，并早早订好机票与酒店，没想到花出去的20000元人民币全部打水漂，新加坡之旅也泡汤。我是6月30号就把钱付给他了，我买的是 VIP 一，买了一张，人民币是12600，直接转账的形式。他说他那边也是有一个上限，他需要拿到这笔钱，他去交到他的上限，然后上限再或许又有上限，然后进行一个拿票的动作。从7月7号售完之后的8个月里面，我每个月都在问，直到今年的2月22号，他告诉我们，他也被他的上家骗了，他的上家也被上家骗了，说那边的人拿不出票，但是他的钱也交了，当晚就报警了。我就到各大粉丝群里面跟大家说我们被票务骗钱的情况，让大家小心和警惕，有人在他这买票的赶紧退钱。在打完电话的隔天，他已经全部所有人除了我退款完毕了。小军说除了他以外，至少还有15个人向同一个黄牛购买此次演唱会门票。这次泰勒斯演唱会第三方平台一票多售的情况也很常见。路易斯原本第一时间就通过官方售票渠道 Ticketmaster 买到了门票，却在今年2月遭 Ticketmaster 以联系不上为由强制退票，他不得不从第三方高价购买门票，结果演唱会当天被拒之门外。第二张 StubHub 的票是 Cat 2，它票面价格是338新元，但是我花了将近7000元，6000多。当天要进场的时候，在这个gate 门口就显示说我的票子扫不进去了，
我就又在闲鱼上面又重新下了一个单买了一张票，我是进到场子里面去了，特地去找了我 StubHub 上面座位的那位观众，他们是在另外一个网站上买的四人连坐票，他的票面信息跟我手上的 StubHub 的票子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所以那个卖家肯定是一票多卖的嘛。到了第二天早上打了 StubHub 的电话说明了情况，他们发了一封邮件跟我说会发起退款，把 StubHub 的这样子一个票子的钱退给我。通过我学姐的推荐嘛，我学姐那时候也在新加坡看了 Twice， 也是从她那边拿的票，然后她一付钱就把电子票给她了，她也顺利进去了。我就觉得哦，那是可以的，是可以相信的这个流程。跳舞都不会提供她的身份证和她的信息的，就说你既然要提供这些，那我不卖给你了，你不要来我这边交易。所以很多人就会借此去相信他嘛。我之前在网上搜推荐说靠谱的二手网站，第一个出来就是 StubHub， 然后就进去看了。因为 StubHub 有手续费，但是它也比较有保障，从卖家那边也收一笔钱，这样子就是没有必要骗，就这样会很有保障。They guarantee your ticket. We're hoping so. Well, we went early, so if tickets are bad, then give StubHub time to get us more tickets for another show. 我跟他签了合同，我们视频对话，然后看了他的票，有定金什么的，然后我进场以后再给他补尾款，这样就比较保险。纯靠性子，就不要给别人先转钱呀。我们只能靠运气，就赌一把嘛。对，赌一把。反正当时想的是，如果说进不去，在场外也可以，也是离他最近的一次，离他最近的一次。目前新加坡的线上售票平台以 Ticketmaster 与 SisTick 为主，滨海艺术中心和滨海湾金沙也会在自家官网出售在自营场馆进行演出的门票。此次演唱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如客路和滨海湾金沙也推出酒店住宿与门票配套，不过这些也都在开售后迅速售罄。二手门票的交易主要通过二手交易平台 Carousel、 门票转售网站 StubHub 或 ViaGoGo 进行，不少人也通过包括 Facebook、 X、 Telegram、 小红书、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购买二手门票。 StubHub 声称自己在平台售卖的门票真实有效，如果买到无效门票，平台会为买家提供相似或更好的门票，或者退全款，相应的卖家则可能会被平台收取一定额外费用。StubHub 还为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开设了帮助专业。 Carousel 从去年10月开始要求所有售卖门票的新加坡卖家通过 SingPass 实名认证，平台也加强了对聊天中高风险情况的检测，阻止可疑消息发送或快速封锁可疑用户，并在对话框中提示防骗信息，以提高用户对骗局的警惕。 Carousel 在2月23日宣布停止售卖泰勒斯的新加坡演唱会门票，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人们最后一分钟抢购门票的心理来行骗。这也是该平台第一次针对某位艺人的演出停卖其在平台上的二手门票，未来将根据潜在风险和欺诈规模等因素与当局磋商，评估是否对其他演唱会采取相同措施。今年2月初，多个执法单位联合 Carousel 逮捕了4名涉嫌为骗子提供银行户头或 SingPass 资料者，另有11人协助调查。骗案主要涉及泰勒斯、 Coldplay、 薛之谦等在本地的演唱会。新加坡警方建议公众通过官方售票渠道购买演出门票，并鼓励公众安装当局推出的防诈应用 SCAMShield， 以及通过官方防诈网站或热线了解更多防范骗案的信息。有经济师预测，泰勒斯的演唱会将为新加坡带来5亿新元旅游收入。海内外的美粉都希望新加坡享受着泰勒斯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更有效地解决由他引起的问题。If I'd get a chance to actually get it from another person who I know, I would definitely go for the ticket to get the tickets. Otherwise, please do not buy tickets from third party. 买到原价的就去，买不到就算了。然后包括像这些黄牛的话，就还是警惕他们的
太容易被他们的人设给骗到，所以还是要好好的擦亮眼睛，包括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当中不要和黄牛进行共情，这就是我最大的教训。先去找一些个人的粉丝，跳舞交易的话肯定是先选择一些比较信任的，但是我现在不打算买现票了，就是要么就是代刷。我觉得像最后那种进场以后确认支付确认收款的方式还是比较靠谱的啊。那把钱先打到中间商，确认收货以后卖家才可以收到钱，这样我觉得保障性好像稍微高一点，因为毕竟这个演唱会的票子就是一张 PDF 一个文件啊，现在随便转发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像这里的话就他没有强实名，所以就会有黄牛，我们现在开始强实名的话就一定程度上能杜绝吧。